当孩子兴高采烈地用马克笔在雪白的墙壁上画画，当孩子因为和小朋友争抢同一个玩具扭成一团，妈妈们回想一下，面对此情此景，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立马黑脸发怒等等。稍微有点耐心，你也许需要的是一个60秒训练计划，想要停止孩子的坏行为。这里所介绍的60秒训练计划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时间限制，相反，它是一个总体的步骤和战略。需要父母注意的是，在这60秒里，你关注的不应该是孩子的不良行为，而是你自己的反应。而且最关键的是，在这60秒里，你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0到10秒，快速行动。当你看到孩子在墙上画画，或者两个孩子在滑滑梯旁抱在一起打成一团，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拿走画笔，或者把他们分开。不要期待你说一句停止孩子就会乖乖服从，你需要马上行动，如果有必要带孩子离开混乱的现场。此外，你自己如果也离开现场，可能会让你更加冷静，而不至于说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话，或者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行为来。10到20秒，保持冷静，就像面对很多事情需要大人得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帮助孩子一样，爸爸妈妈也需要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更好地应对孩子的情绪。生气不是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处理你的愤怒。很多妈妈常常发誓再也不在孩子面前发火了，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反倒为此感到懊恼。我们可以生气，但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发泄情绪的方法。其实与其你大声斥责孩子你怎么这么讨厌，不如背对孩子爸爸地大叫几声，这样你不仅释放了自己的怒气，孩子也不至于觉得内疚和难堪。父母迅速平复自己的情绪，不但有利于理智地处理当时的问题，而且也可以让孩子更加听得见你说的话。如果你对孩子大喊大叫，孩子的关注点便只会在你的坏情绪上，而不是他的过错上。20到30秒，分析原因。当孩子犯错时，请爸爸妈妈先花一些时间去关注错误背后的原因。波士顿惠洛特学院早期儿童教育专家 Rosenquist 博士回忆说，他儿子3岁的时候，一天他看见儿子拿着紫色的笔在客厅的墙壁上乱画，沙发和墙都毁了，他很愤怒，而且儿子看着他咆哮时的表情显得胆战心惊。后来他才知道，儿子其实是在模仿一本儿童读物上用紫色蜡笔画的画。其实很多时候在孩子看来，他是在进行一个伟大的创造，虽然可能选错了创作的地方。总之，爸爸妈妈需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要孩子一犯错你就立刻联想到他的各种犯错时刻，那样反倒会激发你的怒气。你应该把这件事作为一件单独的事情来看待，你需要想想导致孩子做出这样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比如你3岁的孩子发脾气可能是饿了，你5岁的孩子在早上穿衣服时磨磨蹭蹭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有充足的睡眠。与此同时，如果你不希望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你还得想想解决的办法。比如如果你不想让他老去碰玻璃杯子，那你就把玻璃杯放在他够不着的地方，而不是把玻璃杯一直放在茶几上。而宝宝觉得有趣去碰它时，你就嚷嚷告诉你多少次不能碰了，30到40秒和孩子交流。如果孩子总把你的话当作耳边风，你不能简单又生气地说你有没有听到妈妈说话，你怎么这么磨蹭。这种情况下，父母应该告诉孩子你为什么不想让他那么做，以及那么做会有什么后果，而不是一贯地对孩子进行埋怨和惩罚。当然你可以让他靠着墙壁看着他的眼睛，非常严肃地和他聊这些问题，但爸爸妈妈要记住，越是小的孩子你越要用简练的语言和他谈论，他需要很明白地听到理由以及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比如
你可以说我们不要把画画在墙上，因为画在墙上会擦不掉，墙壁也会变得很难看。你可以画在一张纸上，然后妈妈帮你贴在墙上。如果此时孩子情绪很激动，根本就听不进去你说的话，那你就别再喋喋不休了，让孩子冷静一下，稍后再和他谈论吧。40到50秒，拒绝惩罚。许多父母认为惩罚是让孩子日后守规矩最好的办法，但 Rosenquist 博士认为并非如此，因为父母完全可以用行动干涉孩子的行为，而不是予以惩罚。比如孩子饭前去吃饼干，你可以抓着他的手不让他去拿饼干，如果该回家了他还是继续玩球，你可以想办法把球收起来。与其惩罚，不如制止行为的发生。如果有原则性的事情他屡教不改，你倒可以让他看看这样做的后果。比如在和小朋友玩球时，他老无视你的提醒，一没有抢到球就会打别的小朋友，你可以把他拖到一边，让他退出游戏，不让他再和小朋友玩。50到60秒，连贯性的执行你的原则，再也别想玩 iPad 聊，或妈妈再也不给你买饼干了。这样的话其实对建立你的威信毫无帮助。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要把握持续性一致性的原则，你要相信即使1-2岁的孩子也能明白爸爸妈妈希望他干什么不希望干什么。所以你不希望孩子做什么，应该从一而终的予以制止。该有规矩的时候一定得有规矩，而且得强力执行你的规矩，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你的威信，而且孩子才会更明确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妈妈们，这60秒训练计划是不是很简单？在这60秒里，你唯一需要的是理智的思维以及对自我情绪的控制。如果你不再希望看到孩子在墙上乱画，或者把食物随意扔到地上，那么请参考这套60秒计划。重要的是，通过这60秒，能帮助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以及会让孩子遵守一些规矩。扩展阅读，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